们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憋笑挑战。没错，他又来了。上一次憋笑挑战是我和左哥还有逸飞，他们都说视频不好笑，但我们三个笑就很好笑。今天呢，因为我们四个人在三亚，大家都知道三亚吃的喝的都挺贵的哈，反正前两天都是我们付的钱。就是啊，没有人要说请客怎么办呢？没有自觉的，就是说想到一个办法，谁今天笑一下算100块钱。等一下，怎样算笑？就是水喷出来就算，稍微微微动了，微微动一下，那个水稍微要飙出来那种。不是，我觉得应该是要飙水才好笑。飙水的话就200了，有效益的话100，飙水了200，嗯，可以吗？好，飙水了之后哈哈大笑500，这个钱就当做我们接下来几天吃饭的基金。反正我今天必不可能笑，牵扯到钱的话，他应该也不会笑。我会努力挣钱。嗯，好的，行，开始了啊，先每个人各含一口水啊，要满一点了，就不能那种一丁点了。嗯哼。我眼泪都忍出来了。有啥好笑的呀？有。第一个黑人笑其实并没那么好笑，第二个这个老人被受他的传染，还行，挺好笑的。100嘛，对吧？付得起。你说过我们要赚钱的呀。行。你两个朋友挺残忍的，就为了钱不择手段。不是，真的没到。嗯，不好笑呀。你的嘴巴动了，酒窝都这样，你酒窝都笑出来了，这样都有酒窝。100，待会儿你自己去看看，你待会儿自己记账，快点，待会儿我们回放看一下他，好吧？100块钱，好吧？先做了一个这样的举动，然后我就笑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好不好？我们不能被别人的举动所影响。对啊，就算你不被视频了，但是他笑了呀，笑呀，关键是他笑了，他笑了，你也不能笑啊。对啊，我们一人100啊，对啊，你们一人100啊，行好。但是你也笑了，你要加100，对啊，你后面也笑了，你在那里抖什么嘛？对啊，被别人的行为影响，笑了也算是吗？也算。等一下，刚刚那个视频没完，你为什么做这种事情？不让自己自损800，上第1000是吧？但是你们俩都笑了呀，对不对？对，笑，但是也不用这么拼吧？我为了钱，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我为了钱，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就算你这份拼，这100块钱我也愿意给你。那我现在就值得了。一般都是从狗狗的眼神当中知道这狗合不合算。你看这狗眼神啊，非常的合算，就知道它。嗯，跟你讲，我不是因为这个，我想去做你刚刚那个样子，他的余温突然出来了，突然在我面前闪现。一段好的表演，一段好的表演总是如此的是。不是，我看着看着，我突然想起左哥刚刚这样认真的看着我，飘。这是我的点，这是因为这一个，我跟你讲，这一个视频我不只看了10遍。对呀，我想你没。我每一次看，每一次都笑。姐妹啊，不是看完了这个也算吗？看完了笑了呀，看完了你嘲笑我啊，行，看完了笑了啊。
那我100块钱，一百块钱，我都不对你冷笑，一百块钱啊，好好好，冷笑也算是笑的一种。你根本没忍住，你根本没忍住，真是没见过世面的，你没看过吗？怎么眼泪都出来了？我也觉得他起码值500。200没有碰出来，200没碰出来，200。OK， 结束了，就这样。这么说吧，我觉得整段最好笑的就是那一巴掌。对，我刚还在回味，差一点笑出来。你太厉害，那一巴掌的那个余温太强了，真的太强了。本来那一巴掌就强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飞天挑战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今天这个第二季，我就是惜败，哎呀，是吧？主要就是左立那一巴掌打的，余温太强了，心上了，是吧？我看着，我眼睛就散光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巴掌打的值了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，赚了200块钱，你说说，给你鼓个掌，给你鼓个掌。行，那我们明天可以吃顿好的了，大概有多少钱了？1300块钱。1300，对。哇，我明天可以吃大餐了，行吧？好了，拜拜，晚安。拜拜。